是十毫米的是吧？八毫米。八毫米。哟。多长时间能卷一次？现在可以了。那怎么怎么在哪里？怎么样？我给找个车。它是要先切在一个点上把它切透是吧？然后再转圈是吧？打一个点再转圈是吧？对着那个孔切下去，因为如果不穿透的话，它这个气儿下不去。啊，这所有的切割过程都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对。就是先穿一个孔。先穿一个孔，顺着那个孔它就切。就是沿着那个孔切。对，那个过程中就是先把那个它气儿能下去，